嘛，然后就啊啊啊死了，对吧？我觉得是这样。我先没打哦。嗯。啊，老星。哎，星星，星星左侧哦。啊，班长。啊，闪光，闪光闪哦，闪闪闪闪闪，他回缩了，他回缩了。他下去了，回去了，旁边小房。好，回去了，闪光回去。哇，那一枪没看到他。哎，有那个夺命女，夺命女在那个升降台。这是什么？是什么组、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等一下狙他，我先处理一下闪光跟星星哦。他能不能帮我架盾？我狙掉他。干，这角度狙不到。他到了。收他，收他 ，nice。闪光岛，闪光岛，闪光岛。nice。星星在我这边，星星在我这边，他来了。上面七六，七六下去。干，没有人要保我啊！我直接倒了。陆修没血。陆修打。他们有传送器耶、啊！他们有传送器哦、喔。我开，我再开透视，我再开透视。逃出我的双眼，没有人躲得过我的双。正在占领目标二。哎、欸、，G。倒倒倒！倒了倒了倒了。只要些许代价。正在占领据点。陆修打了。先没打，先没打。Nice nice。七六，不要让他跑。倒了，他被弹死。他是弹死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星星会一直要上我啊！你们帮我注意一下。他如果上我们，就回头打他。他不止上你，他还上我。你会飞，他上你哦？他怎么上你啊？会，他刚刚也是飞上来上我。你经常去。第一把，第一把，第一把。他有闪光、哦。他回溯。我的绝招正在蓄力。机甲系统就绪。护送目标前进。倒了，都倒了。星星残血，左上左边，现在左边，猪后面。星星上我，星星上我，星星上我。干，你不要一直找我啦，你去找别人呐、啊！不要再弄我了，我只是想好好打个枪。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他又来弄我了。干，我真是傻眼了。那个星星他妈都没有人可以打得死他吗？我操！我操你妈的！啊！二十，二十，二十。我帮你开大好吗？干，最烦呢、欸。你玩那个就是欠操，真的。靠背啊！没有办法、啊，你玩毒品就欠操。再帮你红啊！啊，红血了，倒了。OK。他来了，他来操你了。帮推开。星星星星星星星倒了，三三三三三三。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闪光！哎呦，这把是。闪光惨了，惨了，惨了。永不消逝，只要些许代价。我需要惨呢。出红血，闪光，中一枪，回缩。惨了，倒了，倒了。啊，真是的，有够累。星星他要来操你，他来操我，不是？哦、我这边，我这边，星星，扁他，开大，开大，开大！星星开大！我不推，我不推，七六开大哦，七六开大哦！哇，他飞上来，然后我弹死，
我要换角色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换死神啊！你换死神差不多了。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那是被吃太被电。还是死了。我来了，他再来啊！干！闪光。原氏跟七哥在左边。看到，看到了。他想勾你吗？那个猪？对啊，我一个风骚守卫，那就挂到后面的我啊！我倒了，原氏复活了，有点乱呢、欸。他们的闪光没血，闪光没血，真的有点乱呢。啊，我觉得我直接换七六。集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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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集合。这个点你没什么空间呢、啊。哇！好，他开大绝的。哇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先把我追死。他真的很狂哎、欸！集合啦，集合啦，集合啦，集合啦！集合，集合，集合！撑整一波，撑整一波。我的绝招正在蓄力。绝招准备就绪。我这波有大，我这波有大。他们一波倒光就没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哇，这个猪！猪杀那么多个啊！他们倒两个，他们倒两个。我们点上，我们车上是两个了，我们车上是两个了。秀在我们屁股哎、欸！也是红线，他碰不到车。我看看伤害还是金牌，只超过我了。比数3-0，攻守互换。我在玩 G 5就是王八蛋啊！你们，我不玩了。我玩死神，我玩死神，你就跳过来，我看我，你看我怎么射你。最浮夸的那种啊！变大冲上来推我一个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处啊！你还不如在车旁边把他推走，不是很开心吗？不爽，真的。来，我出牛仔，他们有原氏闪光跟星星嘛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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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我们也可以，我们也可以有个和尚耶。我总觉得新美塔这个版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出的价值。传送器其实一点都不，就只有传送器好用，其他还不如来一个和尚哦、喔。我觉得和尚的露珠真的是很猛的。正是开战时刻。攻击方将于30秒后开始行动。你卡右侧啦，你卡右侧，你可以卡右侧，死神可以卡右侧，他们要推那么前面哦、喔。OK。又有星星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回来，瑞瑞瑞，回来一点。我知道，别怕，我开那个两下，下下塔。枪免费，算我送你的。
其实我还蛮难破盾的。我靠，我们蓝露珠被勾出去了。反勾我！看勾他们星星倒，他们星星倒。好，近点啊，小象。女团倒了。是被收掉了吗？收掉，收掉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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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闪闪光岛，还有猪。哎呀，猪猪刚没血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刚没血。你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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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来。回来。哇！猪没，没血，没血。我倒了，我倒了。他们倒一只七六，星星跳上来了。女坦残，女坦残。他们没石碑，重新来过吧。他们倒了。传送器运作正常，我打开传送通道了。看，老三，哎、欸，右侧那个那个，我们屁股后面是蓝露珠哦。英雄永不消逝。在二楼。我打死了。啊、要打了打了，做的太好了！哇！呀，我受不了了，压右键了。真的。护盾启动。非常感谢你。先跳二楼，我去干他。哇，他开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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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拆拆传送器。他快没血了，不残血。星星没血，星星倒，星星倒。死在哪里啊？倒了，他们死的好大。来，他放大。先下来，我帮劝退而已，劝退而已，劝退而已。先先近点哦。他们没石碑。英雄永不消逝，只要些许代价。那个死神害死他们，真的，他们死神害死他们。干嘛？干嘛？他就在他在上面啊，然后打死我们一个队友，我去追他，他被我打到没血，他一下去我直接放大。闪光打 OK， 右侧星星哦，要小道星星。上面我上面我会看，上面我会看。死神倒了，死神倒了，最新的点阵。先收星星，先收星星，星星收掉了吗？他在哪边？他跑我们家，他跑进跑我们家。打了打了打了！闪光打！我倒了，我倒了。没事。倒了，都倒。Nice。Nice。哎呦，我伤害量又变银牌了。我伤害量变金牌了。我刚原本金牌。我好想好好输出哦，他一定要一直弄我哎。哎、欸，这蓝露珠真的玩的还不错，说实话。还是我对小鱼比较强。这蓝露珠真的玩的不错。我有。了不起，太棒了！又是加的不多的一天，又是加的不多的一场。我看我还是边打边吃饭。看我，今天早上九点想说，我冲个八十分，我到现在还在77，好难。为什么加那么少、啊？好难玩哦，我不知道、啊，可能分数比较高吧。你看，才一个刻度。才一个刻度，一个半，我才一个刻度，再多一点点呢、欸。
每次都给我这么短的，看来我真的哦，秒进秒进。你看对方又困兽，又困兽，又是赢一场一点点，输一场扣一大格。我的老天爷啊！你知道？哦哟，我们今天大概被安娜雷了三四场了吧？超恐怖，超恐怖的！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狙击手的捕士在后侧一直射，一直射。我觉得单排真的。我在玩的时候，我真的会想射敌人，我不会想射队友。对啊，对啊，你不会想射队友啊！而且你单排好了，你没有沟通，你真的让一个人睡觉，人家不知道就直接还是把他打醒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真的超多这种情况的。我目前碰到比较会玩的安娜的场，应该就是只有沙格那一团的那个沙格的安娜了。他那个安娜配上那个莱因哈特给他 Q， 其实还蛮厉害的。然后后侧他给予的自愿性也很够，起码他睡人，队友不会打那个人，他们沟通量有。可是单排安娜真的那一招真的有够难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还记得刚刚那个星星的 ID 吗？他有在对面吗？我星星的 ID， 没有，有忍者哎、欸，有忍者哎、欸，我不想玩夺命女儿，有忍者我就是不玩。第一把左边，他爆甲了，快爆了，快爆了，上面三个。我有右边麦卡利跟元氏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麦卡利红，倒了。都准备好了。朱超栋倒了，倒了。元氏惨了，元氏惨了，我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圣女坦射他，下面倒了。OK。战术残，老鼠，倒。谁手敢比我好的吗？我要想至高处了，你去想啊，左侧两个，哇，被他弹回来，这么刚好，干我不行了，二十一滴血，我要走了，猪超痛，哦，后面也是哦，他老是牛仔，哎干，这枪没开到，牛仔掉到地板了，掉到地板了，牛仔残。右边超惨，牛仔超惨。左边，牛仔在二楼，左边二楼，注意啊，左边二楼。没事，他没看，他空大。我们没有人想至高处，屁股屁股。女仔超痛，老鼠，车房老鼠。抱歉，他们是被打。左边二郎，老鼠跟牛仔，我去抢制高点。现在呢？这边第二个点要抢制高。我跟你。老鼠在左边，倒了，他被我打死了。走。哎、欸，你那边有？哎、欸，星，原氏超痛。对，开了。他倒了，哎、欸，十倍倒。打。敢还有这个？是我在左边，然后我封左边。哦，我在二楼，两个。还有老鼠哦。老鼠残。你就对那个点压，你不一定打死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出来就好了。我们先把这个点抢下来。我知道。我下去一楼了，我卡右边一楼门。嗯。星星。给我站住！星星倒了。原氏在我这边，原氏在右侧。还有石碑。老鼠下面没血，麦卡利下面。到点了，我们到点了。他们石碑应该有大哦，他们刚石碑有干复过吗？倒一个，注意哦，左边三个。倒了，倒两个。在下水饺，我去抢。这麦卡利，我要晕他喽。
们最近蹲在左边。他不怕不怕不怕，我这是不是夺妹女了？他没有办法玩我了。他蹲要爆了，蹲要爆了 ，nice， 开大，我来不及，倒了，倒了都倒。哎，后面挡住了 ，nice nice， 对对对对对，全灭了全灭了，这个 O U O 还被夹着踩到，那惨。这没打大决赛不进去。比数4-0，攻守互换，做好防御准备。大选炮台啊，要分组。哎呦，你有 fans 哎、欸？真有吗？你以前是打 low 的吗？正义不会自己。我是有打 low， 但是我不叫 OU。我以前是打 SF 的。SF 的、哦。哎呦 ，SF 一定很有用。你知道我们这个 SF， 你是 SF 几一吗？一对一。选手是吗？正是开战时。有打过小鸡杯的。哦，小鸡杯。哦，小鸡杯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他不知道啦！干你他妈的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一定吧，我是谁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你讲红血，我们以前 SF 采血都会叫红血，所以我对这个词蛮。那你有没有看职业队比赛？有啊。是哪一队？华裔，我喜欢华裔。那我是华裔的、啊，我是队、欸。真的假的？我已经很久没看了，那是国中的事了，很久了。我是元年就出来了。阿瑞是谁啊？是不是你不知道吗？尴尬了，太扯了，这太扯了。对，可你看华裔，你不知道是瑞是谁？这个假粉丝。对不起。哎、欸，你俩没血，你俩惨了。抱歉了。狙击手，专心一点。哎，狙击在狙击在二楼，左侧二楼。然后麦卡利右边。靠北没补包了。哎，女坦红血。三组右边。哇操！右侧二楼夺命女哦，夺命女哦。他没有很准，你可以对他，你可以跟他对，你可以跟他对。他坏死了，坏死了，倒了。对 okay, okay. 他倒。哎、欸，你旁边麦卡利。好、啊，倒了。我的人生还真的、哦、这个妙不。剩一下我有到，等下开一波。这是忍者打好久。二楼牛仔。他们石碑倒。炮塔着手攻击。这一票还没做完呢，冷静点。他可以不要再玩工兵了吗？这个人，徐超红，去火车上面。你把上场了。我要想自高了，我站下去不行。右边二楼有牛仔。回去多练练再来。也是在我们屁股位置。一直抓不掉。他跑了。哇。
牛仔要开大了，二楼。这位英雄站起来，英雄永不消逝。阿瑞，你屁股牛仔。我跑掉，哇！重新来过吧。我刚才那一边闪光灯下去之后，右键没有点死他，有点炮。来对决吧。我一向不对女人开枪，不过。哇，来不及补，哎 ，no 麦 no 麦，也是开大啊，开盾了。哇，他刚刚开盾。干，我每次到现在才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没有卡车的坦克。我们没有卡车型的坦克啊。你牛仔没有办法点闪，我要去制高点射。狙击手，狙击手。我可以让你们复活了。我准备好让大家复活。来对决吧！干你的原始，每次都这样嘞。战锁，战锁，战锁！倒了，倒了，我把射掉了。那个红鞋右边有一个。刚刚就明明就不是原是靠我最近，为什么他还可以弹到我啊？太厉害了！二二十，好了。哇！哇，那个丢那么远！哦，炸到两只了。慈悲感觉要负哦，在右侧。他右边，他右侧。我觉得他们我们，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只骚扰角色去乱他们。好久没有玩闪光了。有星星呢，应该他们刚刚换的吧？我觉得他上来了，看看神经病！哎，慈悲上去了，他是倒了，星星倒了，慈悲被我吃，倒了，猪很痛，猪吃转猪残。站起来！韩过，韩过。啊，我倒了。我被炸死一个。到处都是目标，接管招。我没血喽。哎，我来补，我来补。OK， 牛仔是从右边射到左边哦。你可以躲，你可以躲。然后呢，最近的开始。可以去躲。OK， 你可以去躲。我这波有大哦，我大拳。他们灵感还有心，没有心。因为他没盾跟我说，他自己本身没盾，我就塞他一个东西。他开大，竟然开大！我知道，我让你们死了。我死了。哦，我十九连杀、欸，我靠！英雄永不消逝，先付吧。只要吸取代价。没弹倒了。好，我要聊到哪了？我没分到。这么快！好哎！哦，稳住，稳住！是我的炸弹！
鱼塔没血。我可以让你们复活了。我们上吗？哇！我被秒了！我被秒了！我被秒了！我挂了。我准备好让大家复活了，继续战斗。怎样？那麦卡利？我可以让你们复活了。找一个死神。他们后面有点被我拖到了。好，你就去乱吧。哦、你有看到石碑吗？倒了。石碑倒了。猪倒了。哦哦哦！一滴血，哦哟，吓死人哦，死鬼呢！第一把过去，哦、他有盾哦，还以为他没盾。有种似曾相识的。我倒了，我倒了。牛仔开大二楼。哦，我挂了。我们石碑有大，我们石碑有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应该扣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扣着，扣着，现在扣着，不用扣。我到，我到，我们三个塔，我们不容易。这是谁？哇，这右上。再来一次。右上，右上。跳下来，跳下来，车房死神。启动战术锁定。阿胜，你去乱！我要乱了，我要乱了。我们慈悲有大哦，我们慈悲有大哦，一直都有。我可以让你们复活了。我死靠近一点好了。哇干，没有没有乱到，我这一波没乱到，他们慈悲没死哦。英雄永不消逝。哎，复活三个，那也是。哎，你们那边只有。你们那边人少，你们那边人少，我这边屁股两个被我乱到了。看我们倒很多。他们慈悲在后面。一个为英雄站起来。我倒了，我倒了。哇！我刚刚右后这这边没扛，没有扛住。没有，我们没有扛住，我们没有扛住。我刚后面是女坦第一把跟慈悲来打我，等于说你们那边是五打三。做好攻击。那个一叉 O 真的，我想一下刚才是什么情况？那什么情况？我们避雷，我们避雷后架的比较后面呢、啊。他站在车后转角处，我们出生点那个附近的位置。没有，应该这样讲，他根本就不用换，他原本是玩第一把玩好好的。问题就是在他好吗？他就是乱换，一直乱换角色啊，一下托比羊，一下。他也许。嗯，我们刚才阵型是拉得太远了，拉得太开了啦，所以我们有被吃掉。殊死战这一波打稳吧，我先从左侧开始找人，好不好？我先找绕丹，然后左侧确定了之后呢，我们正面一起推，然后我再上左侧二楼上去碾过去，或者是 OK 我知道阿瑞，阿瑞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跟我一楼直接正面一楼，然后呢上去右边那个楼梯，你懂我在说哪里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 ？OK OK， 我们再吃上去，我们再这样吃上去，然后看看 OU 跟着我们吧 ，OU 跟着我们。OK OK， 我们两个速度直接吃上去，有危险就拉掉。谢了。可能碰到的危险是这样，拦路猪卡的那边，或者是他们有架壁垒或者托比昂。没有的话，我们直接上去，先击我掉我们最先看到的人。后面有慈悲还是什么路西欧啊，还是西梅塔都不管他，就是先吃掉我们最前面看到的那个人。我们从一楼这边正面出去。老鼠就在左边，神经病！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他在他们正面路。小心陷阱哦，注意地板哦。看我开了四枪都没中。小心右边，小心右边。我上了，我上了，我上了，来来来来。
倒两只，倒两只，来，他都要撞了，帮他，帮他 ，OK， 倒三只。后面是什么情况？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正后方。倒了，麦卡利倒，别怕。走走走走走，蓝露珠刚才不知道怎么发呆哦。过来治疗，我先往前。正在为绝招蓄力。倒了，倒倒倒。我这波我大，我去自高，我去自高压压大绝。二楼，二楼，二楼，在二楼。二楼七六，去帮他射，我去帮他。我们哪边二楼啊？我没看到啊。后方，后方二楼。啊，超痛！右边后面，啊，超痛。他对决，他们对决。他们没慈悲哦，他们没慈悲。他们慈悲倒了。有复活，有复活。他们撑不住了，他们撑不住了，封他们慈悲就好了。Nice。对，他还换露西欧，哎，更扯。这个再不赢，我真的会干死。精彩重播。精彩重播。你也杀六十，你跟我一样杀六十只啊，代表我们都是打输出的、啊。我三金了，这个输会干死，真的。欸，真的很短。走了，拜拜。有够短呢、欸，对啊，真的很短。哦，传说，我开到了一个我最讨厌的角色。什么？星星。